待人要风，自奉要约，择己要厚，择人要薄。那么这个风啊，待人要风，风呢是丰厚的意思。自奉要约，这个自奉是指着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享用。那约呢，就是要节俭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待别人一定要能够宽厚，而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用品也好啊，吃穿用度这些东西呢，一定要节俭。择己要厚，这个择是指着过失的意思，厚呢这是深重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责备自己要多一点，而责人要薄，薄是轻微的意思，是少的意思。就是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方面呢，就要轻一点，要少一点。所谓严以律己，宽于待人，要有这样的这种作风，这样的风范。这个呢是吕先生在这句课文当中所教导我们的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在历朝历代的这些家规家训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许多这个所谓俭以养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家训。许多古时候的这些明智的父母，圣贤的这些大德，总是呢希望自己的子弟啊从小就要学节俭，而不能够奢侈浪费，而把这些节省下来的福报啊，真正的去利益更多有需要的人。那么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，有着这种以俭养德的风范，这个例子呢是不胜枚举的。我们所熟悉的周总理，他的一生就非常的简朴。他每次所吃的这些饮食都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呢从来不浪费这些粮食。比如说有时候国家政府在开会的时候啊，这个会议的时间很长，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吃的饭菜都是很简单的工作餐。而总理呢他就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工作餐是吃四菜一汤啊，你看作为一个国家的啊这样的一个领袖，他的生活啊是以身作则，在吃穿用度上都很节俭。那么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不但呢是把饭菜都吃光，而且啊都要用菜叶子把这个碗再洗一洗，擦一擦，然后每一粒粮食每一片菜叶都吃得很干净。所以当我们国家在面临着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呢，周总理也是和老百姓同甘共苦。
都吃的呢都是粗粮，那生活的用度啊都是非常的节俭，因为他觉得说我这样子啊饮食啊生活都很简约，我就会常常想到老百姓的疾苦。如果他生活非常优越，很浪费，很奢侈，那么可能老百姓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。那我们说这是他饮食方面。那么在这个穿着方面呢，周总理啊也是非常节俭的。就是他的衣服啊也是穿了几十年啊，都是补了再补，补了再补的这种旧衣服。那因为作为一国的总理，他经常要到国外去访问，去做这些外交的工作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当他去访问埃及的时候，就住在这个埃及的一个国宾馆里面。那很多记者呢都聚集在外面，后来就突然发现有一辆车从这个宾馆里面这个开出来啊，记者呢就一直追过去，后来发现这个车啊就到中国的大使馆的门口停了下来，那么就有人呢把一个钢制的箱子提下了车子。那么很多记者觉得很奇怪，说这个钢箱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啊？会不会是什么国家机密的文件之类的？结果想不到啊，这里面呢还有一段啊令人感动的故事。因为周总理他在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讲究仪表的，因为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。可是呢他生活很简朴，所以穿的衣服啊这个都是棱棱角角很分明啊，看起来呢非常的整齐。而里面的衬衫呢则是破了再补，补了再穿的这种衣服啊，都是非常旧的衣服了。所以他每次出国访问的时候啊，这些衣服呢这个工作人员就不好在宾馆里面去洗衣服，就只好呢送到大使馆里面请人拿手来洗，而且都一定要交代洗的人呢、要洗得轻一点，如果太用力了呢那个衣服就会揉碎了，因为太旧了。后来有一个大使的夫人，她实在看不下去，就特地呢去买了新的布给总理做了两套衬衫。结果他送到总理的面前之后呢，他还是把这件新衣服啊归还给了这个大使的夫人。所以我们看到总理在出国访问的时候呢，他的一言一行啊，一举一动，包括他穿的衣服、穿的鞋子、袜子啊，其实都是媒体非常关注的对象啊，因为经常会被记者发现啊，这个就是如果是穿着上啊，就是被人家发现有这些问题的话呢，那么因为是代表国家的形象，确实呢就不太好，所以身边的工作人员啊就为了做好保密的工作，每次都把这些旧衬衫换下来之后啊就装到箱子里送到大使馆去手洗，然后再带回这个宾馆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其实这种节俭的风范嘛，你看一个钢箱子，这个箱子是从外国去开会的时候买回来的，而里面呢装的却是破旧的衬衫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国总理他的节俭的风范，真的是一生都是两袖清风，处处呢为人民百姓着想，这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